没有家庭公社和家族长，私有制已经确立，一夫一妻的个体家庭是他们的基本经济单位，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，没有财产继承权，女子结婚以后就成为丈夫的附属物，他们要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。长辈男子是家长，全家的劳动和生活由家长来安排。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，还停留在刀耕火种的落后状态。在农业生产上，刀是最重要的生产工具，又是护身的武器。男子砍倒树木，晒干烧掉，开出土地归家庭使用，没有几户供灯的现象。由于生产力低下，经营粗放，没有力量除掉地里的石块和树根，不施肥，不灌溉，种植两三年后就丢荒或轮休，轮休地别人也不去占用，从种到收以妇女为主，不用牛耕，播种采用点种和撒播两种方法。一块地里多种作物混杂种植，用树块削尖的木锄，灯语叫打破来除草种植。竹片搬起来，他们叫打刷，用来刮掉地里的小草。无力抗击自然灾害，受害严重，庄稼经常受到熊和猴子的糟蹋。用树杈削尖的木锄，灯语叫打钵，来除草松土。